很多人呢一听到核武器就瑟瑟发抖。那为啥核武器这么吓人呢？首先，核武器就是利用核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武器，说白了就是很牛的炸弹，主要分这么几类：原子弹、氢弹、中子弹。这些超级核炸弹当然有核燃料了，而一块手机大小的核燃料的威力相当于3000万吨煤、2万吨烈性炸药，就问你怕不怕？所以和普通炸药一样，核武器爆炸会产生冲击波、热辐射，但威力要增加成千上万倍。同时，核爆炸产生的大量烟尘可能会挡住阳光，使地球进入漫长的黑夜和寒冷时期，造成核冬天现象。冲击波和热辐射不是最吓人的，最吓人的是普通炸弹没有的核辐射，它能严重的破坏细胞，导致癌变、变异和遗传变异。比如之前热播的美剧《切尔诺贝利》就是特大核辐射事件，简直是惨绝人寰呢，到现在呀，也没人敢住在那嘎达。所以和平来之不易，大家要格外珍惜哦。